我们家的服务项目有很多，比如我们的最主要的是做医美方面的这一块。那医美方面的话，我们家仪器会比较先进一点啊。仪器的话，我们现在有皮秒，还有超声刀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，还有水光针，这些都是进口的仪器。嗯，做起来的话效果也是蛮好的。皮秒主要的功能是祛斑、美白、润肤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最好的效果，皮秒祛斑。对，现在市场上最好祛斑的就是皮秒的机器了。对，是的，嗯。